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在长沙网上好评很多的乐事新口味川香辣子鸡味，哇塞，这居然还是区域限定！打开袋子扑面而来一股花椒味，吃第一口有被辣呛到，香辣味还挺足，越嚼越香，麻辣香脆，真的有在像吃辣子鸡，太适合爱吃川菜的我了。乐事的研发人员真是天才，感觉已经坐落在四川街头了。这是你朋友是吗？谢谢。昨天有人跟我说，你怎么天天吃零食，都没吃过好东西吗？行吧，今天我就吃点好的。这些食材都是我从美团买菜买的，尤其是这个跳跳虾，运输全程不脱氧，最快30分钟就能送达。到家还是活蹦乱跳的。这个跳跳虾的个头有这么大，鲜活到家的跳跳虾口感鲜甜紧实，吃虾还得吃跳跳虾哦。今天不是一人吃万人宴，评论区给你们准备了专属福利，快领取吧。今天有一位美食博主要来吃垮我家零食店，你们猜猜是谁？好家伙，你是来干仗的吧？田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睡了吧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来，给你个篮子，随便挑。不用，我带了。好家伙，比我还利索啊！这个贼比我还厉害。来，华七，让让，我客人来了。我给你个奶茶便当。小雨如果沉浸式做奶茶，我也不能闲着，就给他做个5块钱的麻辣烫。牛奶麻辣烫，绝绝子。吃饱啦，睡觉觉啦。这可以约女朋友吗？啊，对的，快点，谢谢了。易烊千玺女朋友。谢谢安哥。
你是易烊千玺的女朋友吗？好，谢谢啊。